来新疆旅行千万不要做的那一些事儿，送给第一次来的新疆的朋友们，教你如何来避坑。21，不要忘记带少量的现金。新疆部分地区呢，信号是不太好的，因此啊，要带上一些现金，以防不时之需。22，不要穿高跟鞋去。在新疆游玩啊，每天走1-2万步啊，那是很正常的事儿，一定要穿便于行走的鞋，不然晚下来真的很费脚哈。23，不要点太多的菜。新疆的菜呀，分量很大，不要点的太多啊，吃不完。一只烤全羊呀，没有20个人是吃不完的。24，不要忘记带消食片和肠胃药。新疆的食品呢是以牛肉、羊肉为主，而且呢比较重口重油，怕你会吃不习惯哈。25，不要跟大巴团，20-30个人的大巴团一路出行，全在等人集合了。新疆最美的风景在路上，建议咱们呀包车、小团或者是自驾出行。26，不要在禁区航拍。新疆呢有军事禁区是不允许飞行的，有的禁区呢也不允许无人机航拍，一定要先问清楚政策再飞。27，不要特意去火焰山。火焰山呢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啊，而且非常的热，没有必要特意去看那些有一些奇怪的西游记的雕像。那28，不要喝没有加工过的驼奶，因为里面有很多的细菌，喝完很容易闹肚子。29，不要报名景区外的一日游，有景区外面呢有很多那种100-200块一日游的啊，千万不要报，全部都是骗子，大家一定要当心了。30，不要去出租车司机给你推荐的各种店，他们呢是合作的关系，你去店里面购物呀，他们是会有提成的，很多店呢又贵又坑你，那如果去了很大几率啊是会被宰的。